我们这礼拜的东西跟上之前就上一节课上的东西是有关联的，所以我们稍微再复习一下。复习什么呢？像这个啊，两个平面相交，如果有一个是，就是说之前我们其实提到说，如果是特殊的平面了哈，一个是特殊平面，一个是复斜面的话，那这样子的话，它两个平面相交所产生那条线就很容易找到了哈。像这个例子就是说，如果你这是一个正垂面。那它的这个，它是平行水平拖影面啊，那所以它的这个 trace vertical trace 跟我的三角形就切一刀，那切一刀在投影图上面就可以看出这个切的它的这个相切所产生的这个交线就会在它的 vertical trace 啊，在这边，那所以做图就很简单了，你这个 vertical trace 切过去之后，跟我的三角形 ABC 产生的这两个焦点对应到它的水平拖影面所连起来的线，就是它的什么？它的相交所产生的这个线啊，这就是特殊的情况。那如果像这个例子也是一样哈，这边一个三角形是一个单斜面，对不对啊？这是一个单斜面，这个水平投影在上，直立投影在下，所以是第三象限投影。那这样子的话，这是一个单斜面跟我的原来的这个复斜面啊，它会产生一个交线。那这个交线会产生在哪里呢？就会产生在它的什么？产生在它的这个端视图上面啊，对不对？这个就是什么？因为你的投影面的投影应该是面嘛，结果它现在变成一条线，所以这个是一个端视图，对不对？那端视图所以代表这个三角形 ABC 是垂直水平投影面，所以它在水平投影面这边才会变成一条线啊、哦。那既然是一条线，所以刚才说，如果你是特殊的一条特殊的面，那另外一个是复斜面的话。那这个特殊的面跟复斜面相交所产生的交线，当然也是会在它的水平投影这边啊，它会在水平投影，因为它会切一条线过去嘛。那所以我们在做它的这个交线的时候，就是说就把它的这个三角形 DEF 把它延伸，因为这样看起来是这两个平面没有相交嘛哈。但是我们说过，平面是无限平面啊，那无限平面的情况之下，当然你就可以去怎么样去把它延伸了哈。那所以我们。概念就是类似像右边这个图一样哈，我把这个三角形 DEF 的水平投影啊，因为只能在水平投影先做图了哈，因为它这个端视图是呈现在水平投影面上，所以把这两个把这个三角形 DEF 的水平投影的两个边，把它稍微延长上去哈，那延长上去之后呢，它跟我的这个端视图的这条线，当然这条线可能也不够长，所以你还是必须把它再延伸上去啊，延伸上去。然后跟这两个边产生交点，好，那这两个交点呢，就会是它的什么面跟面的交线呈现在什么？呈现在这个水平投影面这里了哈。然后产生两个交点对应下来，对应这两个像这边就是 EF 的水平投影，它产生一个啊，跟我的这个端视图产生一个交点，对不对？然后对应下来，我的 EF 的直立投影这边对应产生了一个N 的 super V 了啊。然后另外一个焦点 M。然后一样对应下来得到一个 N super B， 这样连起来的 MN 的直线就是代表三角形 ABC 跟我的 DEF 的什么交线啊，所以这个是端视图啊，利用这个特殊的平面我们才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这个是上次讲过了啊，那这个也是上次讲，就是说那如果两个都是复斜面怎么办？两个都复斜面当然就没有搞头啦，那怎么办？那我们就要再想办法利用辅助平面的方式啊。那辅助平面就是说，我们要当然要找这个辅助平面，一定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辅助平面才能够辅助我们嘛。那你不能自己搬石头砸脚啊，就找一个复斜面，对不对？那找那个复斜面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要找特殊的平面啊，来当我的辅助平面。这上次有听过哈。那所以我们就找最简单就是正垂面了哈，正垂面。所以像这个例子 ，R 跟 S 应该是 P 的哈 ，R 跟 P 这两个平面。是复斜面，那我画一个 Q 平面是一个正垂面 ，S 也是一个正垂面，那利用什么三面共点 ，R P 再加上 Q， 那 Q 是正垂面，那这个正垂面跟 R 会产生一个交线，这个做图就很容易画。那 Q 跟 P 也会产生一条线，这个也很容易画，对不对？那两条像这两条线相交，就会产生一个什么交点。所以代表这三个平面会产生一个交点，那这个交点因为是这三个平面的交集嘛，所以呢，这个点就是 R 跟 S 的，也是一个什么交线其中的一个点啊。那同理呢，再画一个 S， 对不对？所以这边一样，两条线相交产生一个交点，
那这两个交点都会是 R 跟 S 的共同的交线的交点，交线的其中的两个点，所以把这两个点连起来就代表 R 跟不是 S 哈 ，R 跟 P 啊 ，R 跟 P 的这样的一个交线了哈。那所以就类似利用辅助平面法的方式，我们可以得到两个复斜面的交线哈。那这个作图的方式就是这样，这样看得懂了哈。一个 vertical trace Q1 vertical trace Q2 哈。那这两个画上去的时候，跟我的三角形 ABC 跟 DEF 啊，这边会产生这个两个，这个就是它的交线的什么直立投影啊。那对应下来，这是交线的水平投影，对不对？然后同样的三四对应下来，啊，对应下来会产生一个水平投影。那把它延伸过来，这边就产生一个焦点。那这个焦点就是什么 ？Q1 跟我的三角形 ABC 跟我的三角形 DEF 产生的什么焦点的水平投影？然后再对应上去，对应上去到这个水平这里啊，得到就 K1V， 所以得到了第一个焦点。那等再画第二个啊 Q2 这个平面，所以同样得到这些概念啊，所以得到另外一个焦点 K2， 把 K1 K2 连起来，这个就是什么三角形 ABC 跟 DEF 的交线。好，那这个是如果是用 trace 表示要找它交线，当然这个就比较容易了啊。这个就是你从立体图就会知道 trace 相交，反正它产生的焦点就会是它的交线的两个端点嘛。那把这两个端点对应的直立水平投影把它画出来连起来就 OK 了啊，这个没什么太大问题。那这个比较也是一样啦啊，这是一个这边也是两个面，然后但是都用 trace 表示，但只不过一个是复斜面，一个是正垂面。那这样子的话，你去产生它的交线的话，这个当然相对来说，跟我们刚才两个复斜面来说是比较有点不太一样哈，因为刚才这两个复斜面至少在水平在直立跟水平各有一个交点啊，所以我们很容易去把它的这两个点找到之后连起来，就是它的交线啊。那这个怎么办呢？这个是一个复斜面，但是一个是正垂面。那我们知道正垂面只有一个什么？像这个是一个平行水平透明面的正垂面。那这正垂面只有一个 trace 啊。那这个 trace 跟我的另外一个复斜面的 trace 只有一个什么？它只有一个焦点。那只有一个焦点，那我的交线怎么画？啊，这个就稍微要再思考一下哈，要推理一下啊，要推理。怎么推理呢？当然这个点啊 ,VQ 跟 VQ 跟 VR 啊产生的这个焦点，当然这个一定是它的这个交线的其中一点啦、啊、哈。那但是我们怎么去把这个交线画出来啊，那当然你可以从立体图可以去推论出来。怎么推呢？这个是一个 R 啊 ,R 平面既然是一个正垂面啊，平行水平投影面。那所以这个 R 平面上面的每一条线都是什么线？水平线啊。所以 R 平面上面的每一条线都是水平线，包括什么？包括这条跟 Q 平面的交线也是水平线嘛，对不对？好，那所以这条交线是水平线，是在 Q 平面上啊，是 R 平面上的水平线。那当然是 R 平面的水平线，因为是交线，交线的意思就是代表什么？交集嘛，啊 ，intersection 交集啊，所以在对 R 平面，因为我们说 R 平面上的每一条线都是水平线，所以包括跟它跟 Q 平面产生的这条交线也是水平线嘛，对不对？那这条水平线又是在也是在这条复斜面上啊，对不对？因为它是也是属于复斜面的一条线啊，那所以这条交线就会是也是 Q 平面的这个复斜面上面的一条水平线。好，所以它具有这两个同样的性质嘛，啊，因为它既然是在 QR 平面是水平线，当然那它是交线，所以这条线也是在 Q 平面的水平线。好，那我现在既然知道它其中一个端点是在这里啊，是在 N 这个点，所以我的 N super V 跟 N super H 知道，那你接下来就是画 Q 平面上的一条水平线。那 Q 应该是复斜面嘛，啊，是复斜面。那这个 Q 平面上的水平线怎么画？Q 平面上的水平线的画法，其实就是你要怎么在一个平面上画一条直线，跟你的直线另外一条直线是平行，就是它在直立跟水平都要平行嘛，平行啊，那要垂直。那我们先讲平行嘞啊、哦，所以这条线是 Q 平面的水平线。那因为 Q 是复斜面啊，那所以复斜面的水平线，
复斜面的水平线只有一种形态，就是什么？就是平行这个 HQ 啊，因为 HQ 本身，因为它就是躺在水平投影面上嘛。那既然躺在水平投影面上，所以这条线就是 Q 平面的一条什么？一条水平线啊。那所以我其他的 Q， 所以我 Q 平面的其他直线如果也是要水平线的话，那当然就是要跟 HQ 平行嘛，对不对？好，那所以我就这样推知道，那我这条交线既然是 Q 平面的水平线，所以这条线也必须是跟我的 HQ 是平行嘛，啊、哦，那所以就可以知道了。那我的 Q 平面的以今天也是以 trace 表示的话，表示这个平面的话，那所以呢，我要从 N 这个点做一个 Q 平面的水平线，就是从 N 点当一个起点，对不对？然后呢，因为水平线的特性就是在 vertical， 在直立投影这边是怎么样？这边是平行主基线，对不对？然后因为好，所以在 N 的 super V 这边拉一条线，平行啊主基线。那你的 N 的 super H 呢在这里，对不对？那我 N 的 super H 我们说过要平行 HQ 嘛，那 HQ 就是这一条啊，所以把从 N super H 拉一条直线平行我的 HQ， 那这样所得到这条直线通过 N， 那这样的直线就会是 Q。啊 ，Q 平面跟 R 平面相交所产生的直线，啊，所以这个就是稍微要再推理一下哈、啊，才会得到这样的一个所谓的 R 跟 Q 平面的交线，就是这样的一条直线的结果了啊。那接下来我们在刚之前我们看的都是面跟面啊，面跟面，那现在我们再把它引申到面跟线啊，变成面线啊，面线哎，米霜。面跟线的概念啊，面跟直线，那面跟直线当然也不外乎就是平行嘛，啊，平行或者是相交，如果是歪斜当然就会相交了哈、啊、所以我们现在就讨论这个直线跟平面相交啊的这个概念。直线跟平面相交当然就会产生一个贯穿点啊，那这个贯穿点怎么去找，这个就也比较麻烦一点哈、啊、但是我们先从最简单的特殊的案例啊，什么叫特殊的案例，就是如果你有某一个物件，空间的物件是特殊的啊，特殊的物件。那什么叫特殊的物件？我们一直 define 的就是说，这些物件跟我的投影面有特殊的关系。那所谓的特殊关系是什么？就是平行或垂直嘛。啊，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讨论平面跟直线相交的时候，那如果的平面是这种特殊的平面啊，就是所谓的单斜面或正垂面嘛，这个就是我们说过的特殊的平面，对不对？单斜面或正垂面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找它的贯穿点？很简单，就是利用什么？利用端视图，因为这时候你的平面是垂直某一个投影面，或者是平行某一个投影面，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平面就会有端视图啦。所以的平面的端视图就变成是不是一个面，而是一个什么线，对不对？单斜面的端视图就是一条线嘛，正垂面的端视图也是一条线嘛。好，那利用这个端视图，然后呢搭配你的直线，你就可以找出它的贯穿点啊，找出它的贯穿点。那这个当然，贯穿点在哪边？贯穿点就是在端视图所在的那个投影面上啊，贯穿点所在的那个投影面上。那我们就可以找出它的焦点啊，找出它的焦点啊。这个怎么看呢？12页啊，我们再拉回去看12页。这个12页其实就是某种程度就是在讲这件事情了、啊。讲什么事情？刚才我们说的，你的平面如果跟我的，如果你的平面是一个端视图哈、啊，是一个所谓的特殊的平面，它在某一个投影面是一个端视图的话。那我现在有另外一条直线要跟它相交产生焦点，那那个焦点怎么找？那就是类似这个例子啊。那但是我们在讲这个例子的时候，其实是在讲什么？讲平面的相交啊，啊，平面的产生的交线。那但是我说，那为什么我们要来参考这个例子？这个例子跟刚才我们说的平面跟直线的相交有什么关系？好，我们仔细来看一下。好，三角形 ABC 你还是把它当成是一个平面啊。但是这个三角形 DEF， 我们说过三角形 DEF 你把 DE 边啊，这个边拿掉，这个边拿掉，这个三角形就变成什么？ DE 边拿掉，这个三角形就变成两条相交的直线嘛。那两条相交的直线我们说也可以代表一个平面嘛。啊，两个相交直线也可以代表一个平面。所以第一边拿掉，第一边拿掉，那这个平面就相当于是两条直线嘛。
那这两条直线现在 EF 这条直线跟 EF 跟 DF 这两条直线，那这两条直线我们现在就要来跟这个三角形 ABC 相交，产生一个贯穿点，是不是类似这种感觉？就是说你今天虽然是在讲三角形的相就两个平面，那这两个平面都是三角形，那你要找这两个三角形的相交的那个什么直线，因为面跟面相交产生直线嘛，面跟面相交产生直线，那我这个三角形，我们说过我们这个三角形如果把它看成是两个，就是两个相交的直线来代表这个三角形或代表这个平面也是可以的嘛，因为这个ED 边你把它拿掉，相当于就是这个 EF 跟 DF 这两条直线无限延伸，你还是可以 span 展开一个什么，变成展开出一个平面出来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例子就是说，我们今天要讨，就是把它从这个例子转换成我们刚才说，如果你今天有一个平面是单斜面，那我要有一条直线 EF 好了，我这条 EF 直线要跟它产生一个贯穿点，那怎么找？它的贯穿点就是把 EF 延伸过来，跟它什么？跟这个单斜面这边产生一个交点啊，产生一个交点，那这个交点就是它的贯穿点了。好，那这个贯穿点再把它延伸回来。延伸回来这边跟它的 EF 产生交点，这个就是它的 EV。 这个 N 点呢就会是代表什么，就会是代表这个 EF 这条直线延伸之后跟我的三角形 ABC 产生的那个贯穿点的位置，这样能不能想象得出来？你想想看，因为你今天是一个所谓的单斜面嘛，单斜面是假设这个平面是垂直我的桌面，对不对？好，它是垂直我的桌面，那我今天要有一条直线跟它相交，切跟它相切嘛，不是相切啦，就是跟它贯穿过去。那这个贯穿点，这贯穿点的位置会落在哪里？今天我是垂直水平投影面啊，那这样子这条直线这样贯穿过去，这个贯穿点在这里嘛？但是这贯穿点它是不是可以坐落在什么？就坐落在它的这个单，这个叫什么，端视图的那个投影面上，对不对？那所以它的点会落在这边嘛，所以我就直接从它的水平投影图这边啊，利用它的水平投影图跟它的这个端视图这边啊，这产生一个交点，对不对？因为这边是一个点，这边这个面现在在水平投影面变成是一条直线嘛，那你这边还是一条直线啊，所以这条直线跟这个端视图的直线相交所得到的那个点就是它的交点，就是我们这样子把它延伸过去，然后跟它产生一个交点，然后这个是在它的端视图的水平投影这边嘛，对不对？然后对应下来你得到它的水平投影直立投影，那你就得到它的贯穿点，所以这个是非常比较简单的啦，就是说因为你的一个平面是一个端视图是一个单斜面的情况之下，你就会得到这个结果用这个方式去处理它就可以了。那这是面平面如果是比较特殊的，那线是比较不特殊的那就是利用比较特殊的那个位置端视图去做了那反过来呢，反过来如果今天线是比较特殊的，那我的面是比较不特殊的那这个两个物件嘛，反正就是两个会交换。如果直线是比较特殊的，像是正垂线那我的面是一个负斜面的话，那当然我们也可以一样利用直线的端视图不过这边特别只是这条直线是正垂线我们先谈这个概念，直线是正垂线。那刚才那个面是单斜面正垂面都 OK 了那现在反过来的时候，如果直线是正垂线的话，那我们要求正垂线跟某一个平面相交产生的交点，那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正垂线的端视图来做因为正垂线如果是正垂线的端视图基本上只剩下一个什么，正垂线的端视图呢，一个点嘛，那个点当然就会是你的贯穿点的投影，也是在那个地方嘛，对不对可不可以想象出来那种你就正垂线啊，那我这个平面是 whatever 的平面，对不对？那我这样子贯穿它，那贯穿点一定也会落在它的端视图这个点，对不对？也是同样的那个点好，所以就类似这个例子正垂线跟负斜面的交点。好，那这个是正垂线，这个是负斜面。好，那这个贯穿点 K 在这里，那这个 K 当然也会落在我的什么，跟它垂直的那个投影面上嘛好，那所以那我们怎么做呢？这个例子这个又是变第三象限投影H 在上 ，vertical 在下。
那我的正垂线啊，正垂线 mm， 然后它的这个是垂直什么？垂直我的水平投影，所以它在水平投影这边是一个叫什么？叫端点啊，一个端视图的端点。那这个端点当然就包含这个直线的两个端点，还有包括什么？这个直线的贯穿点嘛，对不对？好，那所以所有的点都在这里啊，啊，所有点都在这里。那但是我知道，好，那所以我就很明显从已知的投影图我就知道贯穿点在这个端点上。那但是我要怎么去找另外一个什么这个贯穿点所在的什么直立投影，对不对？那怎么办呢？所以要找这个贯穿点，我们已经知道它的水平投影就在端视图上，那但是它的直立投影在哪里？所以就要动动脑啊，对不对？所以这时候又要透过一个辅助啊，辅助直线。那辅助直线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在我的三角形 ABC 这边去画一条什么三角形 ABC 上的一条已知的直线啊。那怎么样画平面上的直线？这个之前也看过好多次了哈。怎么画平面上的直线？就是找两个点嘛，平面上找两个点连起来就是平面的直线。好，那所以我在三角形 ABC 上找一条平面上的直线，但是这条直线要必须要通过什么？要通过我的贯穿点啊，啊，通过我的贯穿点。好，那所以通过我的贯穿点之后，那当然这跟它相交所得到的焦点，这个当然就是它贯穿点的位置嘛，对不对？好，那我们已知的贯穿点位置在哪里？在水平投影这里，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要做三角形 ABC 上的一条直线，假设叫做 AD， 同时又通过这个贯穿点的时候，那就很简单啦、啊。我从 A 的水平投影去拉一条直线，通过这个通过这什么端视图这个点啊端点，然后延伸过去，跟我的 BC 产生一个焦点，这个假设叫做 DA 的 H super H， 那这样的 AD 直线就是什么？这样的 AD 直线就是三角形 ABC 上的直线，同时它又通过什么？通过这个贯穿点嘛，对不对？好，那用这条直线，我可以知道这个 AD 就会跟我的这个 M 产生一个焦点，就在贯穿点，所以。但是它的贯穿点的水平投影当然是在这里啦。那对应到直立投影呢 ？A super B、D super B 连起来啊、哦，在这时候跟我的 N super B 跟 N super B 这条直线就产生一个焦点。这个焦点就是什么？就是我的贯穿点的直立投影。那这样的话，你就找出来它的贯穿点的位置了，对不对？啊、哦，所以看起来是还蛮容易的了啊、哦，还蛮容易的。哦，那但是比较麻烦的是什么？比较麻烦的是说，如果我们今天这个平面也好，这条直线也好，都不是我们理想的啊，理想的就是特殊的那种位置的话，是一条负斜线，又是一条负斜面，啊，那这个地方就麻烦啊。怎么麻烦法呢？因为你没有任何的投影图会呈现出一些他们的真正的焦点的位置，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利用，还是要利用辅助平面了啊。就是我们要用各种的辅助的方式来协助我们找到我们所要的目的啦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任何的 study 不都是这样子吗？啊，很多东西做不，如果这个方向做不出来，我们再找一些辅助的方法去做嘛，对不对？像我们之前说过数值分析的方法啊，对不对？我们技概不是有学一个数值分析的方法，牛顿法。对不对？牛顿法，今天如果你是一个，当然二维一元二次的方程式，你可以直接带公式嘛。那你如果是一元三次呢，一元 n 次呢，对不对？那你怎么去找它的根？那基本上不好找嘛，哈、哦。你比较没有办法用所谓的解析解啊、哦，用 analytical 的这个方式去找，那你就必须透过电脑的这个所谓的数值分析的方法去找出啊、哦，找出它的近似解。那近似解当然跟真的解还是有点差距啦，但是其实是可以接受的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alternative 啊，替代方法。那同样的哈，这边也是一样，负斜线跟负斜面的时候，我们就想办法要用一个替代的方式，那就是什么？利用辅助平面啦哈。刚才我们看过，其实就是上一次上课有谈到这种辅助平面法跟割面法。那这个时候在做这个辅助平面法的时候要注意，就是因为我的一条负斜线跟一个负斜面它都没有任何的规律嘛，没有任何的特殊性质，所以我今天要做这个辅助平面的时候呢，我重点就是要把这个辅助平面 Q 用来包住什么？用来包住这个负斜线 EF、啊、用这个辅助平面包这个负斜线 EF，
那同时在包的过程中间啊，就是在你在选择这个特殊的这个辅助平面的时候，那既然是辅助平面，它就必须是要特殊的平面嘛，啊，不然的话，你就刚说过，你不用你搬石头砸脚，如果你是找一个没有很特殊的平面的话，那你还是做不出来嘛。所以今天你这个 Q 平面去包这个 EF 这条直线的时候，它必须就是一个很特殊的平面。那所谓的很特殊的平面，我们这边就是所谓的单斜面啊，单斜面。那你可不可以想象一个负斜面，空间中一个负斜面，你要画一个平面跟它包住它啊，包住这个斜线，那而且这个斜线必须是单斜面，它可能是垂直水平投影面，可能是垂直直立投影面，可不可以想象出来？可以的哈。你想想看嘛，就是你随便想一条线，那你只是要再过这条，就是在过这条直线有一个平面，那这条平面一定要是垂直水平投影面，或是它一定要垂直直立投影面，可以嘛哈，这是可以做得到的，对不对？好，那如果你能够找到这样的平面的话，好，那现在我这个 Q 平，这当然是立体图了哈，这个 Q 平面包了这个 EF 这条负斜线之后，那我的 Q 平面是不是就会跟我的三角形 ABC 产生一个交线？而且这个交线是比较容易找到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说 Q 平面是单斜面，那既然是单斜面，我们刚刚有提到两个平面相交产生的交线，一个如果是负斜面，一个是单斜面，那它所得到的这个交线是很容易从投影图去画出来的嘛？啊，就利用端视图去可以画出来了，对不对？所以你画出这个负斜这个单斜面跟我的负斜面产生的这条交线之后，那这条交线因为是同属于 Q 也同属于 ABC 嘛，对不对？是交线嘛，对不对？好，所以这个 MN 就会是 Q 平面上一条直线，那 Q 平面上一条直线 MN， 那我又知道已知的 EF 这条负斜线，那 EF 跟 MN 都是在 Q 平面，所以这两条直线一定会产生一个交点嘛，那这个交点就是什么？这个交点就代表 EF 跟三角形 ABC 的贯穿点了，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就是类似利用一个辅助替代的方式，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所需要的这个贯穿点啊。好，那当然这是立体图是这样看的啊，很容易。那接下来我们看投影图，怎么去把一个负斜线跟负斜面的投影图，去把它利用作图方式找出它贯穿点啊。Given 的是这样子，已知的了哈，已知的是这样，这个还是第三象限投影啊，负斜面、负斜线，好，什么都不是。那我的贯穿点在哪里啊？天涯茫茫，这边哪一个点才是我的贯穿点啊？所以按照我们刚刚讲的，我们要先找一个平面，那个平面很重要，那个平面辅助平面呢必须是包含 EF 啊，必须是包含 EF 的一个单斜面。那这个单斜面怎么找啊？这个单斜面当然刚刚从图上是，或者说我们从立体图去想象是可以想象的出来，那但是它在投影图是长什么样子？它其实很简单了哈。假设我今天要做一个单斜面，是垂直啊，是垂直水平投影面的单斜面了哈。要画一个垂直水平投影面的单斜面，而且它必须通过 EF， 必须把 EF 这条直线把它包进来。那我今天如果是用 trace 来表示的话，它是不是应该长得像这样子？单斜面哈，这个是不是垂直水平投影面的单斜面？是不是长这样？我们不是上课有练习过单斜面的画，那个它的 trace 的画法吗？如果你今天的单斜面是垂直水平投影面的单斜面的话，它在 HQ 应该是 Y 斜的，但是连到这个主基线之后，它的 VQ 应该是什么？是垂直的嘛？啊，这个之前画过。那这样子的一个 Q 平面，那而且它的什么？这个 Q 平面它是跟我的 EF 的水平投影，就是这条这条负斜线哈，这条负斜线的水平投影是跟它是怎么讲？就是等于类似是把它包着啊，就是把它包在里面就对了啊，把它包在里面。那这样子的 Q 平面就会是所谓的辅助平面，能不能想象出来？你想想看啊，如果我今天是一个一样嘛，就按照刚才那个你在想立体图的想法是一样的。今天这个平面是垂直水平投影面的单斜面，对不对？那它要包什么？它要把我的这条直线把它包起来，对不对？
那包起来的情况之下，它的水平机一定会把我的这条直线的水平投影跟它基本上是一样的嘛，啊，在水平投影上就会一样。所以利用这个概念，你就是把已知的 EF 的水平投影，然后呢把它延伸，啊，把它延伸变成就是它的这条 Q 平面的水平机。那当然直立机我们就不管它了，啊，直立机反正它就是垂直，啊，垂直水平投影面。因为我们的重点是哪里？我们的重点是在它的端视图这个位置啊，因为 Q 平面的端视图。那这个 Q 平面它既然是单斜面，那我的三角形 ABC 是负斜面。好，所以我们刚刚说过要利用这个辅助平面先跟我的负斜面三角形 ABC 先找一个点啊，把先找一条线啊，先找一条这个两个面相交产生的交线，对不对？那所以这个交线就是我们刚才还没在谈这个议题之前所看到的，一个是单斜面，一个是负斜面。那只不过今天这个单斜面是用 trace 的方式表示的话，那它的直线相交所产生的那个直线怎么画？就是像我们刚说这种辅助平面法，就类似割面法嘛。所以它的交线就会是在哪里？这个 HQ 跟 VQ 就这个单斜啊，包含了，就是说这个 Q 平面现在就不看 EF 了，我们现在就看这个 Q， 因为你已经知道这个 Q 平面就是包含 EF 了啊，包含这个 EF。那所以我今天要看的就是接下来看的就是 HQ， 就是这个 Q 平面跟我的三角形 ABC 的交线了啊。那这个交线就是类似一个割面嘛，就是我们说对，切一刀下去，那切一刀下去，它跟三角形 ABC 的水平投影切一刀下去，产生两个交点。啊，那这两个交点就会是它交线的两个端点了啦。所以这两个端点 M 跟 N 啊 ，N 的水平 M 的水平投影 ，N 的水平投影得到之后呢，对应下来得到它的直立投影，那连起来的直线 MN 啊，这个 MN 就会是什么？我这个单斜面 Q 跟我的三角形 ABC 所产生的这个交线，懂吗？那得到这个交线之后呢？得到这个交线之后，这条交线在它跟我的包含的那个 EF 啊。就是 Q 平面所包的那个 EF 在直立投影这边又产生一个焦点，那这个焦点就是我们的贯穿点了。那这贯穿点的直立投影在这里，那它的水平投影呢，当然就拉到它的什么 EF 的这个啊 EF 这边所得到的这个点，这个就是它的 K super edge， 那这个 K 点就是它的什么贯穿点。所以就是把刚才的这个概念哈，把刚才的概念这个 Q 平面的这个东西哈，我们就可以利用找一个辅助平面包含这个负斜线，然后呢利用这个 Q 去跟我的三角形的 ABC 相切所得到的这条相交的直线，然后这条直线跟 EF 在相交得到的点，那个就是贯穿点。为什么要用这个平面呢？它不可以直接从 EF， 就是刚刚那张图，它不可以直接从那个 E 跟 F 连起来，然后哦，你说这个就是它的贯穿点吗？不，这个就是它的什么焦点啊？对啊，要直接拉出去不是？因为 EF 本身是负斜线嘛，啊、哦，如果从投影图，就是从理论上来看，这个 EF 本身跟三角形 ABC， 它理论上是应该是会有一个贯穿点的啊、哦，会有一个贯穿点，但是这个 EF 并这里。EF 跟三角形 ABC 的水平投影，这个所产生的这两个焦点，这个并不是它的真正焦点，不是它的真正的焦点。因为你一个平面这样子，拿这个还真的有点麻烦。你一个平面这样子，对不对？那我的焦线跟它贯穿的时候，或者我这样跟它贯穿，我其实并不是产生两个焦点的，哦，所以它。那这只是因为我投影过来，所以它投影过来的过程中间，因为你的线会 cover 到你的后面的这个平面嘛，所以它才会看起来会有两个点啊、哦，但它其实并不是真正有焦点。那但是真正有焦点的是什么？是它这个辅助平面才是有焦点，所以看起来它虽然都在一起，但是这个是真正是什么？这个才是真正的一个平面啊、哦。那我们现在要回来就是说。你一定要借助这样一个包含 EF 的这样一个特殊平面啊，包含 EF 这样的一个特殊平面，那这样子的 EF 才会真正跟它有所谓的啊，才有真正有所谓的这个交线啊。那这个交线当然是透过这两个焦点去把它连在一起的啊。OK， 所以你一定要是用这种方式，所以
那但是正好 HQ 哈，它的这个 Q 平面的水平积正好是跟 EF 在投影图上看起来是一样的，啊，是重影啊，类似重影，那重影就叠在一起，那所以我们才可以真正用 HQ 去跟我的三角形 ABC 的水平投影这边去真正去跟它相交，产生这两个焦点，这个才是真正的焦点，而不是那 EF， 那你说 EF 这也两个焦点啊，但是我说过这 EF 这两个焦点只是把它，因为它是直立投影嘛，正投影，那正投影的话它就是这条线可能就遮住啊，就在前面或后面不管怎么样，反正它就遮住，所以看起来在投影图这边也会有两个点，但它并不是真正的焦点，因为它立体图嘛，立体图有前后的关系嘛，在投影图看起来是有焦点，但在立体图其实并不是这样 ，right？ 那所以真正有焦点的是穿过这个啊 EF 的这个水平啊 EF 的水平投影，然后去贯穿啊去连去画出来的这个 Q 平面的水平积啊，哈，那这个水平积才真正跟我的三角形 ABC 会产生这两个焦点，所以看起来是一样，但是其实它意义是还是有点嘛，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啊。好，那这样画出这两个点之后，那因为这边的焦点你还是看不出来，所以我必须要透过它的什么，透过反推过来，因为水平投影这边你它的焦点还是看不出来嘛，它反正它的贯穿点还是在这边。所以我必须要把它拉到什么直立投影这边去看，另外看这条直线啊，看这个相交的直线，那这条直线跟我已知的直线就会产生一个焦点，这个焦点才是我们真正的贯穿点。 OK， 所以那对应上来才可以知道它的贯穿点的水平投影在哪边啊，那这个得到就是我们所需要的贯穿点。那所以反过来，那我说那你要找一个特殊的平面，那我们这条现在这个例子是用 H， 就是用什么？用垂直水平投影面的单斜面。那你要做立体图的，如果要做直立投影，可不可以？也可以啊，做直立投影的意思也是一样啊。你就是用一条，这边就可能变成是一个 VQ， 对不对？那 VQ、HQ 就是垂直这里嘛，对不对？然后这时候一样，你的 VQ 跟在这边产生两个焦点，两个焦点对应上去。然后去拉一条直线，产生它的水平投影的焦点，再对应下来，是一样的意思啊。OK， 所以这个条条道路通罗马啊，都可以去做。三点先休息一下，好，休息一下，我们待会休息十分钟再上。